请问一下，王立强现在在哪里？向新夫妇现在在哪里？四年前国家机器配合所谓的境外势力办案，办到现在不了了之。请问一下，有任何人来做任何的交代吗？一个鸡蛋的问题都搞不好，我们这个农委会可以无能到这种地步啊？这难道不是一个弹头农委会？那么陈吉仲难道不是一个弹头部长吗？请问一下陈吉仲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下台？